我是阿泰，今年30岁，这是我半年前的样子。每天骑着二手买来的机车在工作，顶着太阳或淋着雨是常有的事情。唉，现在稳定的工作真的不好找，常常在担心未来的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自从加入了团队之后，根本没想过只花了半年时间，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。虽然现在开的只是一般的房车，但再也不用日晒雨淋了。靠着被动式收入，好好时间的运用，财务分配，稳健的成长，才能让我像现在这样过着稳定安心的日子。真的，真的很谢谢团队。